想是什么。你今天干啥呢？今天其实有一个还算是蛮重要的面试，然后我在面试上车的1分30秒的时候，我把咖啡扣在自己的衣服上，但是扣了这么满，因为盖子没盖紧。我在家里喝的时候是扣开的，然后出门没有扣紧，然后就洒在了身上。然后我当时飞速掉头回去，然后换完了衣服。所以这个故事告诉大家，以后喝咖啡之前一定要把盖子扣紧。然后就是，如果实在是无法避免的话，有重要面试之前就不要喝咖啡。